有一位工人在一个环境很好的农场那里工作，老板很好人，每个月的人工也都很满意，所以日子过得很开心。后来请多了一位工人一起做事，大家都很聊得来，相处也都很愉快。有一次不觉意提到各自的人工，才发觉原来新那位工人的人工竟然多过他少少，他就立刻觉得很不开心，日子就开始很难过了。这位工人因为有计较的心，令到原本开心的工作变了烦恼。我们生活里面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呢？很多人在修行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生起分别计较的心，觉得这个法门好像比较好，那个法门又好像比较快，结果转来转去都是在原地踏步，浪费时间。其实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每个方法都可以达到目的，问题只是我们肯不肯安分守己，老老实实地去修行而已。